的。那你的喷枪，那个椅子，椅子，那椅子能坐到哪儿？然后我那个吧，那个喷枪是甜甜的吧？然后 RA200嘛，对吧？外控枪嘛，没有装 IP 是吧？装 IP 嘛，没有。你要控制游戏上面它有个粘度，你这个轻量的来变下去，知道吧？真正的涂料只有一个是什么？你光用不上火吗？不管它，不管它，还是就这样用的。我感觉你很厉害，对呀，压力大，直接压力。